caractère.首先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先把空驱动器给启动，然后一开始要先校正原点的位置。校正完 OK 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行预换置的刀把的位置、夹爪的位置。显示没有刀杆情形，因为刀杆现在在上机台上面。然后选择要自己会要换刀的夹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让气缸前进进行换刀的动作。当然，到时要换刀的时候，机台的 X 轴会移动，然后让主轴卡在这个夹爪上面。嗯，然后夹爪换完刀的时候，力轴会上升，然后到时我们就可以再更改要换的刀把的位置。然后这时候力轴会再下降，换完刀子的时候，气缸就会再收回来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简易换刀模式。